看你们红队的了，不过上一轮我们好可惜哦，是不是四秒钟？四秒钟哎，绝对是这磨合的问题。你知道我很多地方，比如说甜甜圈下来的话，他没有就，虎上我就摔了，啊，好痛！哇，这么大个乌青块，好可怜啊！不没有换下了，看就看了环队的他们夫妻啊，都这样拉着手，这样拉着手，我没有肯定不过他们的。多磨合磨合，说句实在话，你知道吗？整个比赛结束之后，汪教练还一直在跟佐藤爱像一个教练那样说：“你哪里哪里做的不好，哪里哪里做的不好，一点都没有呵护他的感觉。”所以我觉得汪教练上一轮你要好好检讨一下。汪教练，汪教练，这母子俩，你是不是更喜欢龙龙还是更喜欢妈妈呀？更喜欢。 龙龙，对，我一个妈妈。OK， 好吧，那么在你出征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龙龙提高成绩，就是我们要，对对对，我们要请妈妈跟汪教练来互相喂棒棒糖。这个太不好意思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培养默契嘛，对呀，默契。默契，那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最好。你们两个玩吗？ 我感觉突然之间，他让龙龙来做，我感觉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角色，所以说我内心当中还是更希望他能够，对我有一个更多的关系。三二一，停，15根，15根，一共呢为我们节省了75秒钟，1分15秒。 不容易啦！OK，要准备把两位变小了。我把你们变小。三二一，让我们变小吧！大家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就比赛开始。哎呀，功夫熊猫刚才可是花了12分钟才完成比赛。那么龙龙，你该不会要刷新世界最慢纪录吧？ 冲上滑梯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滑梯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啊？这两位连摔倒的地点和姿势，居然都一模一样，真是爱服了哟！哇，晨晨姐姐，你这傻瓜姿势啊，太不给力了哦！曾经有一块牛排放在你的面前，你没有吃，却给了我。结果在我后悔莫及。 现在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希望是给你10块牛排，然后换我能够爬上滑梯。哦，谁能帮帮我呀？我的屁屁呀！天哪，娘啊，你是我亲娘吗？怎么活活把我给拖下水了？哦，你按一个人，你就愿意帮他爬滑梯，哪怕比登山还难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这就对了，接力实力，小腿够上平台。来来来来，加把劲儿！哈，漂亮，三，龙龙，快点上啊！抓住老娘，你就能上去了。哎，晨晨姐，你不要老抓同一个地方，会疼的呀。好了，龙龙，现在赶快去抢车位，看到了没有？ 韩寒帅什么？我才是潇洒倜傥的白胖帅的佐藤龙希。你看我滑下来多帅呀！现在我要开始拽绳子了。你再看看我这功力，那可是方圆百里无人能敌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是大美女还是小美女，赶快来为我亲到吧！我马上就要过这个枕头了。好呀！ 哇，晨晨，多亏你有瑜伽功底，要是换了我，恐怕早就石膏伺候了。晨晨没事了吧？哎呀，化解你的敌人。紧接着进入第二关，要埋头找手套了。哎，炮弹，有本事你来呀！哎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你打不着。你看吧，小镇长难不倒运输林峰的我的。真是不容易。紧接着要到第三关啦。太不容易了。 好样的！的确没错，就是好样的。脚蹬轻云梯，我发力趴球鞋。尤其在经过滑梯的洗礼之后，这根本就是小 case， 你看我立刻就上来了。然后我要先把笔划下去，接着呢，我再爬过鞋底，哈哈，我的人生算是完整了一半喽。
接下来我就要挑战网球拍了。不过嘞，在这之前，我还是先把笔放回笔筒再说。网球拍，我来喽！哎呀，我说龙龙啊，你现在速度有点……嘿，能不快吗？神九都上天了，高速时代你知道吗？能不提速吗？我顺风顺水，受宠若惊。哎呀，拜托啊，你别砸我的头啊！龙龙，我是实力偶像派，你给点面子我吧。狗骨头，我来喽！其实大家都不了解狗骨头。我说他外表多动易怒，但是却掩盖不了他温润的心。只要找对位置，一招封喉，什么困难都搞定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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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得意忘形喽！没关系，爬起来再接再厉。你看，搞定了吧？嘿嘿嘿嘿。其实爬行只是我的表面工作。我真正的身份是一名跳水运动员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冠军一跳。信物在哪？信物在哪里？我找，我找，我找，找找。进去姿势比我们稍微美一点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找到了，胜利当前。成功的荤腥味让人直接忽略了鞋子。龙妈，加油啊！哇，不会吧，这样也行，预知危险躲过袭击。龙马，我实在是太佩服你了。加油，一路狂奔，迎接狂风暴雨的洗礼。哎，不是吧，连旗子都被吹走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龙马，你要稳住点。没关系，关键时刻就让龙龙我，对，就是我来完成这最后的一击。顶离手，佐藤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中国吧打拼到现在，而且各方面事业各方面都做得都很好，所以说我认为佐藤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真的是非常喜欢看他们每次冲上去滑下来，冲上去滑下来，我的心情就是特别特别的难过。生活中这样的难的处境很多哦。嗯，对，可是只能一步一步努力去克服它。嗯，还有龙龙，哇，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男子汉。哎，真的吗？对呀。耶，太棒了！你不要扭屁股了，一扭屁股就不是男子汉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小男生的样子了。万一我们的成绩比黄队慢呢？啊！